那刚刚嫁来新加坡的时候，我每天出门上班，他都会跟我说：“老公，当别。”那他回越南的时候有没有跟你做老公当别啊？没有，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。我回到家里，就发现他跟阿伯都不见了。好，我再跟你 back to the past 多一次，他是偷偷的把阿伯带走，也偷偷的把你的金银珠宝全部带走。 他没有跟你说当别，不过我认为你应该跟他说当别，当他死了，别再想他。